大哥都给人家背歌的时候，64岁奶奶说他调戏的。他怎么能调戏你呢？10多岁还能调戏你吗？他俩是坏心眼了。站起来跟叔叔说，走，往前走，帮你找地方去。起来，全体起立，所有上午的站起来，拿着包，跟我前面走，这个情况。